到关闭还有最后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三秒不够投吧？一，请锁票。我们现在呢是不公布票数的，我们每一组三个人都演完之后再公布票数，让他多难受一会儿。我看大老师，对呀，还是一路很喜欢。但说无妨，毁于一旦，对不对？这当然当然得给票，但是小慧，李诞现在在这坐着呢，他最讨厌谐音梗，你今天不怕你就毁于一旦吗？不是，我都要快被淘汰了，我还怕他？我那才是真有病。行，我也拍吧。我不是真的不是因为喜欢那个破梗啊，就是开场不容易，支持一下。谢谢。我没有拍的理由，是我觉得不好笑。虽然我们都不是成功的婚姻持有者，但是您这都没男朋友，您就，我觉得你多虑了，就是你太害怕了，你不够勇敢，你都没有，你聊什么？哎，小慧，你是一直都单身？YYDS 永远单身，对不对？我厉害了。哎，那为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男孩才能追求到您的喜好呢？就是一米八以上，火，没有外债，没有外债，然后能养活自己就行。哦，这要求也不高啊。是啊，那是为什么你自己长那么美？可能吧，感觉我们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最喜欢指导别人的婚姻跟爱情。倒也是，其实像我们这种又结婚又离婚的，指导别人更不成功，因为没有成功案例。好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得到了10票，看一下你的同事们怎么点评你，在哪里？看看谁给你拍灯，谁没给你拍。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好了。请问王建国觉得哪儿好笑？哪儿都好笑，我特别逗，那。特别好，不是，因为我听不太清你们的反馈或者什么，我都听不太着。您都没听见，您就好啊？我不是你们说话没听着，因为你们说话太不好笑了，他的我全听清了，特别好。你让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你哎呀！